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一起做完，我睡得不好觉吧，所以今天早上有点头疼，我刚才吃了药，但是还不完美，比以前好一些吧，所以今天也许我就比较轻松的学习，不用那么认真的。不用这样写，不用那么认真的学习，所以我想，试一试这个那个 Anki，就是我不，就是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用 Anki，但是 OK，也许是就是学习中文的学生应该知道这两个，那个 deck 我怎么知道？Deck 我怎么说？Deck of cards，我可以，我也不用那个，所以我可以查，用这个手机查一下。Deck of cards，我也许是因为那个空气质量不太，最近不太好，所以也许我，我觉得不太舒服吧。Deck of cards。那样的 deck，这个，不好意思，deck of cards，一副纸牌，有别的吧？明白，OK，就是学习中文的时候有这两个那个 deck。听力就是，as the name suggests，这个我写过的吧？As the name suggests，as the name 这个吧，顾名思义，OK，其实这个我写下来吧，顾名思义，顾名思义。应该知道，那个听力的那个 deck 就是听力，就是他们提供什么录音，而且你可以就是 OK 那它每一卡的后面就是这个中文的句子，有用中文写的句子，用汉字写的句子，那个 spoon-fed Chinese 这个是那个。是比较逐渐提高难度的那个 deck。我这个这是应该是学习中文的两个最有名的最有用的那个 deck。OK，我试一试那个吧，那个听力吧。我很少用这个软件哦。其实我觉得就可以阅读读书，就是读书的过程中每一个词汇，我每一个词汇遇到的词汇，就算是那个闪卡，就相当于闪卡吧。而且就是1个小时内，我可以遇到1000个闪卡。这样学习上课不适合我吧？但就也许我应该试一试，就给你看，OK，有20个新的，这是很久以前学过的吧？但是我没有持续吧 ？OK，他对他的爱经受着极其严峻的考验。他对他的爱极其求什么？啪啪啪！我可以再听一遍吧。二。他对他的爱经受着极其严峻的考验。他对他的爱经受着，什么上？应该中间应该写什么成语的条件吧？挑战。他对他考的验，爱经受着极其严峻的考验。极其严峻的，Her love for him was being tested to its limits.
他对他的爱经受着，也这个有点难。积极，经受着积极严峻的考验，也 OK，这个不太好，也许，哦，hard 算是2.5月吧，不行吧，也行。建成后令中外震惊，被称作万园之园。也这个太难了，景征后什么什么震惊？建成后令中外震惊，中外震被惊，称作万园之园。智能也这个不太难吧？建成后建令成中后外震惊，震那个被称作万园之园。也我可以。It was a magnificence in awe the world. In voice, called it the Garden of Gardens. 我可以这个不要了吧？Spin card，这个不要工了。资的高低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工资的高低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公司的什么的，应该是工资公司的工资的高低是最重要的问题，我问了。工资的高低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吧？工资的高低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工资的高低 The 是 level of 最优 salaries 先 is 考 my 虑的 top 问题。priority。我觉得还可以吧，我知道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吧？哎呦。OK，那我可以，那怎么办？这个太奇怪了吧？就是 hard，就是难，算是就是2.4月以后，我就是用这个软件，我经常遇到这类的问题，就很麻烦吧。我可以，OK，有什么去？就是再开是吧？我怎么，工资的高低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OK，我暂时开始吧。OK，我再。我怎么说？删掉我的过去吧，这个不要了吧？真的不难，不容易用吧？Empty 啊！哦，好复杂。这是什么？OK，这个，我不要，不是那个，哎呦，复杂，太复杂。OK。我没有选择，我不能删掉我的过去吧？我需要凑合吧。工资的高低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工资的高低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个软 The 件 level of 真不 salaries 行 is 吧？my top priority.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人喜欢这个软件就，工资的高低，OK，好的。工资、商店租金和其他费用一共支出17000元。再听一遍。工资、工商资、店租金和其他费用一共支出17000元。也许没有工资、商店租金和其他费用一共支出
17,000元。一共支出也这个不太好。The expenditure of salary, rent and other fees is 17,000。谢谢你的答复。谢谢你的答复。OK, 这个没问题。谢谢你的答复。谢谢你的答复。OK, easy. 他竟然幼稚的连这种谎话都相信。再听呢。他竟然幼稚的连这种谎话都相信。他竟然幼稚的什么什么。他竟然幼稚的连这种谎话都相信。都是幼稚的什么什么讲话相信。他竟然幼稚的连这种谎话都相信。连这。He is so naive as to believe such a lie. 爱情。今天晚上我有个应酬。今天晚上我有个应酬。就是活动这样。今天晚上我有个应酬。这个没问题。他紧紧地抓着栏杆，小心翼翼地爬楼梯。OK, 他紧紧地抓栏，是抓栏杆，小心翼翼地爬楼梯。他紧紧地抓着栏杆，小心翼翼地爬楼梯。也这个可以的。他们准备向敌人发起攻击。他们准备向敌人发起攻击。他们准备向敌人发起攻击。他们准备向敌人。可以的。移植的器官受到周围组织的排斥。移植的器官受到了什么什么的排斥吧。移植的器官受到周围组织的排斥。周围组织的排斥。是移植。其实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移植的器官受到周围组织的排斥。移植的器官。The transplant was rejected by the surrounding tissue. OK. 也移植。Yeah. 我认为移植有点难。他的性格很爽快。他的性格很爽快。爽快意思是。是什么我忘了。可是。就是直接还是轻松的，我忘了。他的性格很爽快。是都有这个。She has a straightforward character. OK, 这个可以。这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这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都没问题。这是。人体每个器官都有它独特的功能。OK, 人体每一个器官都有独特的功能，就是都有自己的。人体每个器官都有它独特的功能。也这个可以。细菌是微小的。细菌是微小的。Bacteria are small. 细菌是微小的。果断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果断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就是 leaders must be decisive.果断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瀑布很壮观。瀑布很壮观。The waterfall is majestic. 瀑布很壮观。民主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什么什么不仅仅。什么什么。民主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他们的主语我没听见是民主。民主不仅仅限于民主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选举OK, 这是民主那个 democracy。民主不仅仅限于那个投选我忘了。OK。民主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局限于 democracy is more than just elections.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吧。防疫是地震之后的一场持久战。防疫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持久 OK, 就这样吧。防疫就是防控疫情是吗？防疫是地震之后的一场持久战。OK, 防疫是地震之后的持久大战，这样吧。
就是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re's a continued battle with an epidemic. 防疫是地震之后的一场持久战。Immunization is a protracted war after the earthquake. 这不对吧？Immunization 就是疫苗吧。还可以，可是不理想吧。他表现出暴力倾向。他什么什么出暴力倾向？他哦，表现出暴力倾向。He exhibits a tendency towards violence. 他表现出暴力倾向。He showed a propensity. 他把书搁在书架上。他把书搁在书架上，没有问题。他把书。他是一名杰出的建筑师。他是一名杰出的建筑师。建筑师是什么？建筑哦 ，architect。他是。我在岔路口等你。我在岔路口等你。这个就是路口吧。我在岔路口等你。他对他的爱经受着极其严峻的考验。他对他的爱经受着很重要哦，是极其严峻的考验。他对他的爱经受着极其严峻的考验。Her love for him was being tested to its limits. 哦 ，OK， 现在这样可以的。OK， 我觉得可以吧。Good。他工作失误，老板骂了他。他工作失误，老板骂了他。可以的。他工作，我国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哎呦，这地经济以农业为主，以什么什么为主导？我国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啊 ，OK， 我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以主导为 ，no， 以。工业为主导。我国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工业为主导。China takes agriculture as the base, industry as the leading. 他们能够用雷达测定快艇的方位。他们能够用雷达测到什么什么的方位，什么什么的方位。他们能够用雷达测定快艇的方位。什么什么的方位可以测定什么什么的方位。他们能够用雷达测定快艇的方位。快艇这个我不知道。They were able to position the yacht by means of radar. 那可以。工地上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以免发生工伤事故。哎呦 ，OK， 工地上什么什么，以免发生事故吧。工地上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以免发生工伤事故。OK， 工地上应该我怎么说？采取什么安全措施，以免发生什么什么事故吧？有点长啊。工地上应该加强安全措施，加强以免发生工伤事故。安全措施以免发生工伤事故。OK， 有点难吧？哦，这不是月吧？这是分钟。OK， 他是位很有名的歌唱家。但他非常谦逊。哦，他是位很有名的什么家，我忘了，听见。但是他还是很谦逊。他是位很有名的歌唱家，但他非常谦逊。他是位非常有名的歌唱家，但是他还是很那个谦逊吧。A singer, she's a famous singer, but.Still very modest. 他是位很有名的歌唱家，但他非常谦逊。这个可以吧
He is a very famous singer, but he is completely unpretentious. MO 就是月，不是分钟。这个是分钟，这个是月。这个你们双方只有放弃偏见才能达成一致。哦，你们什么什么一致，就一起讨论你的一致，你最终达成一致吧。你们双方只有放弃偏见才能达成一致。啊，放弃偏见，你们双方只能放弃偏见才能达成一致。这样吧。你们双方只有放弃偏见才能达成一致。OK, 还可以。Both of you. 特区首长宣誓就职。什么什么就职。特区首长宣誓就职。什么什么首长什么什么就职我不知道。特区首长宣誓就职。宣誓就职。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sar, leader was sworn into office. Hard, again, hard. 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自信心，就甭想获得成功。一个人失去自信心，就甭获取了成功。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自信心，就甭想获得成功。甭想。OK, 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自信心就甭想获取了成功。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自信心就甭想获得成功。If one once loses self-confidence, 这是分钟 you can never get success. OK, not good. 我原先以为他不会同意，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我原先以为他不会同意，但是最终他答应了。我原先以为他不会同意，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没想到他居然。I thought that he would not agree. 可以的。他回避敏感的问题。OK, 他回避敏感的问题就没问题。他把你制成标本了，小熊。我遇到过。记得学过了这个，就我这个我不喜欢。我要把你制成标本，小熊。We are going to make you into a specimen. 这个不要了。他们在嘲笑他。他们在嘲笑他，太简单了吧？这而且我可以就读嘲笑，其他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他们在嘲笑他，太简单。那种安排同我原先所想的不同。那种什么什么，是超我原先这种，我忘了。那种安排同我原先所想的不同。OK, 那种安排从我原先不同吧。那种安排同我原先所想的不同。OK, again. 他的性格很爽快。OK, 可以。那部纪录片使我大为震惊。OK, 那种纪录片使我是大陆震惊，我大为震惊。那部纪录片使我大为震惊。就是那位纪录片使我大为震惊。OK, that documentary really surprised me. 那部纪录片使我大为震惊。The documentary left. 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持续了60多年。OK, 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持续了90年吧。这样吧。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持续了60多年。60多年。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last. 移植的器官受到周围组织的排斥。OK, 现在我知道了。所以移植的器官受到了周围器官的排斥。就是 The transplanted organ was rejected by neighboring organs.
移植的器官受到周围组织的排斥。周围组织的排斥。The transplant was rejected. 工地上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以免发生工伤事故。OK， 工地上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以免发生是工伤措施事故。工地上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以免发生工伤事故。其实我就是记住这个。Safety measures should be tightened up on the work site to avoid injuries. OK。他在3000米赛跑中夺得季军。他在什么赛跑中获得季军。他在3000米赛跑中夺得季军。OK。夺得季军。She came third in the 3000-meter race. 真的是月吧？太奇怪。所有商标的所有权归各自的商标所有者。哎呦，所有商标的所有权是归所有商啊？我不知道。所有商标的所有权归各自的商标所有者。各自的商标所有者。All trademarks ar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trade. 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展出的什么什么文物都标明了什么什么年代。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OK， 展出的这是什么？挖出的，什么什么标明的那个文物 ？No， 什么什么文物都标明了，当地的文化吧。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展出。The antiques on display are all marked with dates. 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有点难吧。OK， 再次。他陷入困境，找不到出路。陷入困境，困境，找不到出路，可以的。他陷入困境，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出路，可以的。除书面记录外，可能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证实。他什么？OK。除书面记录外，可能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证实。除书面记录外，还可以是通过很多方法证实，这样吧。除书面记录外，可能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证实。可能还有其他方法。There may be alternative methods of substantiation rather than written record. 他古怪的行为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他古怪的行为让我莫名其妙，让我。认为莫名其妙，我忘了。他古怪的行为让我感到莫名其妙。莫名其妙。I was 其实他有点头晕、恶心，还想吐。他有点头晕、恶心，还想吐。dizzy, nauseous, wants to vomit. 他有点头晕、恶心，还想吐。可以的。他们是独立自主的民族。他们是独立自主的民族。No， 民。他们是独立自主的民族。民族啊，是独立自主的民族，是 independent culture。他们是独立自主的民族。Independent。They belong to an independent nation. Nation 就是国家吧。民族就是 culture。Or people， 这样吧。可惜我记得可以。由于下雨，比赛中断了。由于下雨，比赛中断了。The competition was interrupted due to rain. 由于下雨，比赛中断了。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鉴于什么什么情况？我们也听听。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也我忘了。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我们提出什么什么建议？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In view of the above mentioned facts, we wish to make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Okay, 难，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抹杀不了的。历史的事实是抹杀不了的。You can't erase historical facts. 历史的事实是抹可以的。这是一艘货船。这是一艘货船，货船，货船。啊，这是 a freight ship. This is a freight trip. A freight ship. 这是一艘货船。OK, cargo ship. This is a crate. 请给我找一个放糖的容器。请给我一个放糖的容器。放糖。OK. Give me a container for sugar. 请给我找一个放糖的容器。这个皮包使用了上好的皮革。这个皮包是用的上好的皮革。This leather bag is made from good leather, high quality leather. 这个皮包使用了上好的皮革。老鼠能啃穿木头。老鼠能啃木头。Mice can chew wood. 老鼠能啃穿木头。啃穿。A rat can gnaw a hole through wood. 也啃穿重要。这个汉字应该不应该忽略吧？为什么还可以？这个可口的月饼是我妈妈做的。这个可口的月饼是我妈妈做的，没问题。这个可口，他因疏忽被解除了职务。他因疏忽被解。杰出的节目吧。他因疏忽被解除了职务。职务。他因疏忽而解除了职务。He was isolated. Because he was isolated, he felt depressed. 他因疏忽被解除了职务。不是吧。他因疏忽。He was relieved of his post because of his carelessness. Carelessness.被解除了职务。OK, 这个也我在。我们当务之急是安抚死者的家属。我们当务之急是安抚什么人的家属。我们当务之急是安抚死者的家属。OK, 我们当务之急是安抚死者的家属。Our top priority is comforting.The deceased's next of kin. 我们当务之急是安抚死者的家属。Our immediate concern is for the families of those who died. 那位同志是谁？那位同志是谁？但是他说谁？那位同志与厂商直接交易来降低成本。与厂商什么什么的交易来什么什么成本。与厂商直接交易来降低成本。与厂商直接交易来是 减小什么什么的成本。OK。与厂商直接交易来降低成本。降低。Dealing directly with the manufacturer lowers costs.他因疏忽被解除了职务。他因疏忽被解除了职务。可以。He lost his job for carelessness. 他因疏忽被解除了。可以。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自信心，就甭想获得成功。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自信心，就甭想获得成功。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自信心，就甭想获得成功。可以了。那种安排同我原先所想的不同。那种安排和我原先所想的 不同。那种安排同我原先所想的不同。同我原先所想的不同。That arrangement differs from the one I had in mind. 他用显微镜观察细胞膜。他用显微镜安排 No.排了那个细胞膜，我看。他用显微镜观察细胞膜。
哦 ，OK， 他用显微镜，我忘了那个查，我忘了，就是看那个细胞膜。他 he used a microscope to investigate cell membranes。他用显微镜观察细胞膜。哦、观察细胞膜。She is observing cell membrane。可以的。通往这座城市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嗯，通过这。这城市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锁了。通往这座城市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通往什么什么城市的所有道路就被封锁了吧。通往这座城市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OK， 通往这座城市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OK， 通往。Yeah. 广场的中央有一个喷水池。OK， 什么什么的中央有一个喷水池。广场的中央有一个喷水池。OK， 广场的中央有一个喷水池。There's a fountain in the square center.广场的中央有一个喷水池。我们星期六去采购东西。我们星期六去采购东西，可以的，太简单了。我们星罪犯被关进了监狱。罪犯最什么进了监狱，关进了监狱吧。The criminal was thrown in prison. 罪犯被关进了监狱。Yeah, 可以的。在飞机上，头等舱的乘客受到优待。在飞机上，头等舱的游客，乘客受到优待。在飞机上，头等舱的乘客受到优待。优待，可以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持续了60多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持续了60多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持续了60多年。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工地上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以免发生工伤事故。OK， 工地上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以免发生工伤事故。工地上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以免发生工伤事故。可以的。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我忘了。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都标明了年代。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标明了年代。The antiques are the... 这次我们的实验能成功。功劳最大的算是他了。哎呦，这次我们的功劳什么烟？这次我们的实验能成功，功劳最大的算是他了。算是他的。OK， 这次我们成功的什么什么体验？最大的功劳算是他的。Okay, 这次我们的实验能成功，功劳最大的功劳最大是算是他的，他的。The success of the experiment is almost due to him. 也有点难吧。我要为你做到我最拿手的菜。我要为你做到我最拿手的菜，就是 I will cook my best dish. 我不知道。我要为你做到我最拿手的菜。也可以的。那调查进行的咋样了？那调查进行了咋样了 ？How is the experiment? No, how is the investigation proceeding? 那调查进行的可以的。狗具有灵敏的嗅觉。狗具有灵敏的嗅觉。Dogs have a keen sense of smell. 狗具有灵敏的嗅觉。我准备回国探望亲友。
OK， 我准备回国探望亲友。我准备回国探望亲友。耶。抚养子女是父母的职责。抚养子女是父母的职责。职责。抚养子女是父母的职责。对的。你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坏了我们的名誉。你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坏了我们的名誉。你的所作所为。条约上写得很清楚。条约上写得很清楚。The treaty is written clearly. 条约上写得很清楚。It is written clearly. It is clearly written in the treaty. 其实也有我说的意思吧。有这两个意思。你不能把油和水混合。你不能把油和水混合。就是 you can't mix oil and water. 你不能把油和水。别把我牵扯到你们那件事里去。别把我牵扯到你们那里。那里是里去。别把我牵扯到你们那件事里去。那件事里去。妈妈给孩子讲寓言故事。妈妈给孩子讲寓言故事。可以。妈，你的喉咙发炎了。你的喉咙发炎了。Your throat is inflamed.你的喉、智能的锻炼同身体的运动同样重要。智能的锻炼和 OK。智能的锻炼同身体的运动同样重要。OK， 智能的锻炼同身体的提升，我忘了，一样重要。就是exercising your mind is as important as exercising your body。智能的锻炼同身体的运动同样重要。身体的运动。Exercise of the mental faculty。太可以了。火车驶出了隧道。火车驶出了隧道。The train is coming out of the tunnel。火车驶出了隧道。Yeah, 可以的。Hey, 你怎么在这儿？ Hey, 你怎么在这儿？太简单了。我可以随意增加内容吗？可以随意什么什么内容吗？我可以随意。我可以随意增加内容吗？我可以随意什么加内容？增加内容，这个是什么意思吧？我可以随意。我可以随意增加内容吗 ？Can I add some content as I wish？ 增加内容吗 ？OK。男孩子们对裁判的判决颇有争议。OK， 男孩子们，对什么什么的裁员，颇有争议。男孩子们对裁判的判决颇有争议。颇有争议。The boys， the boys regarding some。Decision, the boys were thought it was controversial. 这样，男孩子们对裁判的判决颇有争议。裁判的判决。The boys had an altercation over the umpire's decision. 他牵着狗去慢跑。他牵着狗去慢跑，太简单了。他，我被这家公司雇佣了。我被这家公司雇佣了，就是 I was employed by this company. 我被这。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把肿瘤切去。哎呦，太难了。外科 surgeon， OK。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把肿瘤切去。OK， 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是把肿瘤切除。The surgeon was skilled at excising tumors. 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把肿瘤切去。用熟练的技术。The surgeon cut away the tumor with expert skill. Cut away. 这是 excising.
有点难吧。他著作了一本新书。他著作了一本新书。禁书。他著作了一本新书。他著作了一本新书。哦，新书就是新的书。He wrote a new book. He authored a new book. 他著作了一本新书。回忆一直在肆无忌惮地蔓延。回忆是一直肆无忌惮地蔓延。回忆。The memory is ravishing my mind. 回忆一直在肆无忌惮地蔓延。回忆是一直肆无忌惮地蔓延。This memory is spreading out of control. 回忆。回忆一直在肆无忌惮地蔓延。Yeah. Memories have been an unbridled spread. Yeah. 就是连他们的英语也不好吧。他总是迁就妻子的爱好。他总是迁就妻子的爱好。He always relinquishes to his wife's hobbies. 他总是迁就妻子的爱好。那个爱好。He always bends toward his wife's taste. 我觉得太甜。他因疏忽被解除了职务。他因疏忽被解除了职务，可以的。他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OK， 第一部分我没听到。是精美的图案，什么什么是应该是什么地方吧？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木窗上。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是木墙上雕刻了精美的图案。应该是 like a tree trunk. The tree trunk was carved into an exquisite design. 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On the wooden window are carved beautiful patterns. 木窗上，我不也这个太难了吧？就 wooden window. Bad again. 我爱看历史传记。我爱看历史传记。I like watching historical reenactments. 我爱看历史传记。I like reading. 你的外套是定做的还是买现成的？你的外套是遗传的还是什么是现成的？你的外套是定做的还是买现成的？你的外套是遗传的还是买现成的？Did you inherit your coat or buy it from a market or something? 你的外套是定做的还是买现成的？ Or ordered? Is your overcoat made to order or bought? 是定做的。你的外套是定做的还是买现成的？OK， 我真的听得不懂。你的外套。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这个吧，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On the wooden window, there was an exquisite carving. 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OK， 他进了监狱。他进了监狱。He went into prison.他进了监狱。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元宵节是什么什么？是成年的什么什么高潮？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元宵节是正月的一号，是一年的高潮，另外一个高潮吧。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元宵节就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The Magic Festival is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Another climax during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 Another climax. 也高潮就是 climax. OK. 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I see.不借助地图，我就无法说清方位。我什么什么地图？其实现在我就忘了。什么什么方位吧？我不借助地图，我就无法说清方位。我什么什么地图，我就无法指出方位吧？不太是吧？不借助地图，我就无法说清方位。说清方位。I couldn't tell which direction without recourse to a map. 说清方位也有点。这次我们的实验能成功，功劳最大的算是他了。这次我们的实验就成功，功劳最大的就是他的。这次我们的实验能成功，功劳最大的算是他了。算是他，可以的。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把肿瘤切去。OK, 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把肿瘤切去。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把肿瘤切去。我觉得可以吧。The surgeon cut away. 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OK, 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另一个那个新年高潮啊。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另一个高潮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还可以。元宵节学习的时候应该踏实的学习。学习的时候应该踏实的学习。When you study, you should study studiously. 学习的时候可以的。我正在采集消息。I'm collecting information. 我准备回国探望亲友。我准备回国探望亲友。我准备回灾区需要支援。灾区什么什么支援？灾区需要支援。哦，灾区需要支援。就是灾难的地方，灾区需要支援。The disaster， 这里有几户人家。这里有几户人家。There are a few families here. 这里有几户人家。There are a few houses. 他一生气，索性撕破面子了。他一生气。什么什么撕破面子吧？索性他一生气，索性撕破面子了。撕破面子了，他一生气，索性撕破面子了。我不太明白，撕破就是不在乎面子。他一生气，索性撕破面子了。撕破面子吧。As she got into a temper.She simply cast aside all considerations of face. 我可以随意增加内容吗？我可以随意增加内容吗？ Can I arbitrarily? Can I add content as I wish? 我可以随意增加内容吗？男孩子们对裁判的判决颇有争议。男孩子们对于裁判的判决颇有争议。The boys, because of the umpire's decision, the boys were arguing. 男孩子们对裁判的判决颇有争议。颇有争议，这是。The boys had an altercation over the umpire's decision. They have a lot of controversy. yeah, 就是
但是你用英文不会这么说吧？嗯 ，OK。左边那位是我嫂子。左边那位是我嫂子，没问题，太简单。左。这栋房子太陈旧了。这栋房子是太陈旧了吧？The house is too old。这栋房子太陈。Yeah. 老年人通常比年轻人保守。OK， 老年人经常比年轻人保守。Older people are usually more conservative than younger people。老年人通常比年轻人保守。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OK， 元宵节是正月十五号，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好了。The lantern。你的外套是定做的还是买现成的？你的外套是定做的还是 ？No， 定做的还是买现成的？Yeah, 你的外套是定做的还是买现成的？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哦，木窗上雕刻着什么味的？哦，好看的图案。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年代。展出的古代文物都标明了。标明了年代。展出不借助地图我就无法说清方位。不借助地图我无法说清方位。不借助地图我就无法说清方位。I could。这里有几户人家。这里有几户人家，可以的。灾区需要支援。灾区需要支援，可以的。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把肿瘤切去。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是切出肿瘤。那、no, 把肿瘤切出了，切除。外科大夫用熟练的技术把肿瘤切去。他一生气，索性撕破面子了。他一生气，索性撕破面子了。他一生气，所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元宵节是正月十五号，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元宵节是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另一个高潮。The land. OK， 好的。Yeah， 我还可以，但是。不是我的菜吗？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适合。OK， 比如现在，如果我想继续下去学习，我怎么学习吧？我，就是我学习的时候，我有一个是固定的时间，就OK， 也许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想，是用光，就是利用所有的时间。但是如果这个软件说，不行吧？他说 ，OK， 今天你会学习三十分钟，那怎么办？比如如果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学习，这个软件就会占用四十分钟，比如三十分钟，就是剩下的时间，不是我在剩下的时间不会做别的吧。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它不太人性化，人们说它在互联网上，人们说你需要不断的那个调整你的那个 deck， 就写准备自己的那个闪卡。可是你这样学习，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学习就是准备你的闪卡，不是复习吧。
我认为就是阅读可以吧，就是我随时随地可以拿着一本书就阅读，或者就是手机上看新闻，就我不用这些软件吧。可是与此同时，这样的方法好像应该可以的。我记得我学习生物学的时候，就是学习生物学的那个术语，那时候我怎么说，我写了自己的软件，就是有点像那个闪卡，这个软件就会问你问问题，就是你说就是一个生物学的定义，生物学术语的定义，那是我用这个方法学习那个学会了很多生物学那个术语吧。可是 OK 我的区别就是在屏幕上会问三个问题，就同时问三个问题，这样如果我不知道答案，就我可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就是总是就在脑子里尽快就回答问题，需要用键盘去打出那个答案，就很快很快很快，不用时间考虑吧。这样就我是条件繁硕吧，条件繁硕的条件繁硕的可以输出这个词汇。我认为这个方法比较好，比较适合我。我认为如果我应该用这个软件，我觉得我最好的方法应该设计很多阅读吧，就是不是比如那个 Clozemaster 那个软件吧。我可以。OK， 我先条件繁硕吧，繁硕是那个吧？这是我说的对。我们看一看那个 Clozemaster 吧。这个方法还可以。但是你可以看我手机上的那个，这个吧。哎呦，太奇怪了吧！现在我电脑的表现不太好，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正在拍视频，就会我电脑的表现肯定会降低一些吧。最好的就是这个 close sentences， 这个去填空，就是里面应该加一个句子，就是填入一个不是句子，一个词汇，而且如果你仔细的挑选最恰当的句子，你可以推断那个空里面应该是什么是什么词汇。而且因为句子有搭配，有它的搭配，也有也有语境，从它的语境和搭配你可以知道应该那个空应该有什么内容吧。而且我认为应该比较长，就应该读很多吧。在达到高水平的路上，应该阅读阅读再阅读。OK， 我们玩一下这个吧。我真的认为这个 text input 是最好的吧，其他就是没有这个就是游戏，就我觉得没什么用法，没什么好用吧。突然之间三只狗什么什么在我们面前出现，可以的。咱们什么去喝杯咖啡吗？咱们一起，咱们和
布，不是那个，不是合布吗？他们这个不知道，不如 no 啊，也真的有这个意思吧？可是肯定你猜不了。咱们不如去喝杯咖啡。耶，这肯定就是推断不了的。你的名词是什么？你这里可以加任何一个可以用任何一个名词，但是也许就是名字。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你的话题，你的职业，天才，舞曲这个吧，职业吧。我们什么什么需要足够的食水啊，还需要干净的食水。我们的懈怠 ，no。我们身体，我们不止啊，这是语法，我们不止需要。OK， 现在明白。我有点累了，我有点疼。我点醉了哈，我拒绝被像一个孩子般对待吧。我拒绝被像一个孩子般对待。为什么小朋友得什么什么得什么这么重的书啊？得买用带，那是什么？背。为什么小？他给了我开始的机会吧，机会，开始的，他给了我开始的信号吧。傀儡，天才，屁，He gave me the signal to start。他给了我们开始的信号。我这里。这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奇怪的。OK， 金博这是名字吧？和玛丽什么什么录音机分享使用录音机播放。我昨天买了这头牛。这头羊应该这头猪耶、我昨天买了这头猪耶、你知道 OK 这是搭配一种搭配吧，就是那个量词，从量词你可以猜测最常见的词汇耶、OK 下一个吧。OK， 夏里斯就是啊，夏里斯太太 Mrs. 他他儿子的什么什么没有什么信心，儿子的前途。你知道显微镜和望远镜有什么区别吗？区别
差距、差异、差有什么现象，有什么理作不是哲理，哲理理作理你有什么呢分别和爱，我就区别分别的。OK， 你最喜欢什么运动我可谁知道OK， 你最喜欢什么草莓可以吧，气候可以吧。OK， 我这里最可能的答案是这个吧，但是这个也对了，你最喜欢什么草莓。OK， 那件红色的洋装适合你我们比赛输了他的什么什么离要求的太远了，他的答案，他的安排计划，他的方案，他的不知道行为他今天穿着白色的衬衫衣服，他望着我OK， 奇怪我想一个人去散步，散步去，我想一个人去纽约很旅行他一个什么什么没也没有，他一个就是任何一个名词吧，任何一个敌人都也没有吧OK， 可以的闭嘴闭嘴赶快同济，这个人是真的喜欢同济，同济同济我喜欢你的屁股我喜欢你的家庭，我喜欢就是因为其他的有三个还是一个汉子他们三年来什么到了这里没到了这里 No 达到了这里 No Wait No 搬到了这里他们三年前搬到了。谢谢谢谢。你旅行的什么什么是什么，你旅行的什么什么是什么，旅行的旅程不是吧，旅行的目的。你旅行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在海关你。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为什么什么做好准备必须为什么什么未来耶、什么什么方向反了我要去东边你怎么往西边开，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吧，方向反了 No No， 这是人的名字或者称号吧，师傅这件什么什么买衣服吧，这件衣服，这件裤子，我这样吧，任何这衬衫雷声什么到孩子了，找到孩子们，
吓到喵的。哦，不是雷的，是雷声。雷声吓到孩子了。闪雷的。我发现了一只什么什么受了重伤的鸟儿，一只翅膀。耶、yeah, 这个句子可以的，我发现了一只翅膀受了重伤的鸟。耶、yeah, 这个有逻辑，我喜欢这样这种句子。我们什么什么了他的生日，忘记了。他们庆祝了。我们庆祝了他的生日。OK OK 可以啊。Yeah, OK 还有什么，也许这个视频我可以到这里，下次视频我可以学习或者这样吧。也今天也头疼，有点不舒服，也许我不会那么认真的学习，可以跟你们玩这种游戏或者做别的，我没有具体的打算。好了好了，我们下次聊吧，拜拜拜拜。